喜欢到超市里买东西喽，因为超市里什么东西都有，你可以一次把它买齐全。这时候你一定要会用这句话，注意听哦，爱爱买，爱爱买，爱爱买，我要买。我要买什么呢？你把它接在后面就可以了。比方说，我要买牛奶，爱爱买牛奶；我要买沙拉油，爱爱买沙拉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赶快去看看怎么用这句话，走。爱爱买，乔二，我跟你讲哦，买东西一定要超市，因为这里什么东西都有，而且还比较便宜哦。真的吗？嗯。那你今天要来买什么？今天爱爱买，我要买牛奶、牛奶、三明治、三明治。哎，那你有没有顺便要买一些什么？啊，我妈妈叫我买一点肉类回家。哎，肉类，哎，刚好这边有很多种啊。你爱买，你要买，鱼肉还是猪肉？猪肉或是牛肉？那鱼看起来好新鲜哦，你帮我买一条好不好？一条鱼，还有嘞，要不要买一些猪肉、猪肉或是牛肉嘞？啊，好，来个五斤牛好了。五斤，五斤牛肉，你买。五斤的牛肉要做什么？我们家很爱吃牛肉啊，没看到我都这么强做。对，那你们做出来的牛肉料理一定很赞哦。到时候通知我一起来吃你的这个五斤牛肉煮出来的料理。当然可以啊，随时欢迎你。OK。复习时间，我要买，爱爱买，爱爱买，牛奶，牛奶。鱼，猪肉，猪肉，牛肉，牛肉。行尊耶，客家 B&B， 本人客家 Q 卡来讲客家吧。